尊敬的加拿大三级政府代表，尊敬的我们侨界的几位领袖、卫生局主席和各位侨领、侨胞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也是我们中加两国建交44周年。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建馆30周年，所以今年是三喜临门。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国庆65周年，显得特别有意义。首先，我和我夫人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65周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值得隆重庆祝的重大日子。回首新中国65年峥嵘岁月，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5年的历史，中国人民齐心协力，顽强奋斗，与海外华夏儿女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今天我们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9.3万亿美元，对世界经济的增长率贡献接近30%。未来的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达到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5亿人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增长的发动机，并给世界各国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的机遇。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回顾成就，我们倍感自豪；展望未来，我们满怀信心。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正在深化改革的道路上大踏步的前进。今年以来，中国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保持定力，主动作为，不搞强刺激，不搞大力的调整的这个节奏，推进改革，着力改善民生，保持了经济的平稳的发展。今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7.4%，一月份到8月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就达到970万人。中国政府通过简政放权和定向精准的财税金融措施，大力支持服务业、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当前的中国经济不仅保持稳定增长，更在稳步的升级，未来发展前景依然是光明的。但是改革的道路不会是一马平川，但是我们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有信心，一定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今年以来，两岸关系继续向前迈进。1月至7月，大陆企业和项目赴台湾投资金额已经达到了1.95亿美元，超过了去年的全年的水平。两岸人员往来保持良好发展的势头。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发展进入一个关键的时期，人心思定，人心思稳。相信广大香港同胞有智慧、有能力、有办法把特别行政区管理好、建设好。澳门特别行政区保持繁荣稳定，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相互的依存，各国人民的命运休戚与共，中国始终坚持不移地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同发展，走包容发展的之路。我们愿意同加拿大等世界各国携手并进，共同追求和实现互利共赢的美好的梦想。中国人民对加拿大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中加两国的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加关系保持良好的发展的势头。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国际留学生来源地，增长最快的旅游市场。中加经济互补性强，我们欢迎中加投资保护协定在今年的10月1日正式的生效。我们愿在互相尊重、互相平等相待、互惠互利的原则基础上，推动两国在自由贸易协议、能源资源、货币互换、设立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等广泛领域开辟新的合作的空间。我们希望11月初哈佛总理的访华能增加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互信，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朋友们，安大略省是加拿大经济的火车头，多伦多是全国贸易金融中心。近年来，中国与安大略省的友好交往不断结出累累硕果，给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欢迎韦恩省长率团于今年10月下旬访华。朋友们，大家要记住，韦恩省长这次访华是他担任省长之后的第一次访华，也是他人生以来的第一次访华。今天下午我还和他的助手谈了他访华的一些具体的计划和设想，所以说这次韦恩省长的访华意义是重大的。同时，曼尼托巴省塞林格省长也将要访华。2天前，我在曼尼托巴、温尼台和 Premier Salinger 也做了见面交谈。我们重点谈的就是他这次去中国能够取得什么成就，能给曼尼托巴省和中国两国带来哪些好处。大家知道，我们总领馆负责两个省，只有两个省，曼尼托巴省和安大略省，但这两个省就是足够我们的忙的，是非常重要的省份。所以我们期待以上述加拿大总理、两个省长访华这个契机，将中方与两省的务实合作关系提到一个新的水平。我每年的讲话都要提到我们的华人，今年的讲话仍有我们华人的部分。加拿大广大华侨华人在海外成家立业，仍然心系祖国。65年来，你们坚定支持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关心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特别是中加建交40多年来，侨胞们勇于担当两国友好交流合作的桥梁和纽带，为中加关系稳定健康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年8月，云南省鲁甸大地震后，我们加拿大的华侨华人，特别是我们安大略省的华侨华人，踊跃捐款支持救灾重建工作。你们时刻与祖国
同呼吸共命运，你们与祖国人民的感情血浓于水，你们是中国的骄傲，中国也为你们自豪。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全球华人普天同贺。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安大略省和多伦多市的广大华侨华人与主流社会一道，已经并将要举行多场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华人社区联合相关省市政府举办6场中国国旗的升旗活动，华联总会组织将组织国庆庆祝的晚宴，加拿大华人乒乓球协会已经举办了国庆杯国际足球国际乒乓球的比赛，那么我们留学生也将近在这几天内也要举行国庆杯足球赛，那么我本人已经参加了一场庆祝国庆的叫什么快闪活动，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快闪，开始都不知道什么叫快闪，后来知道什么叫快闪，我已经参加了一次在多伦多的 Dundas Square， 那么我在几天之后还要和一些比我年轻好多好多的年轻朋友再来一次快闪，这次是可能在唐人街。所以说呢，我们的华侨华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庆祝祖籍国祖国的生日，这充分体现了我们海外华侨华人与祖国母亲的深厚感情。我祝愿这个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最后要举杯，你们没有杯啊，我和我太太举杯吧。最后